服用抗过敏药后嗜睡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对于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药物就包括西司米、扑尔敏。那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包括氯雷他定或者一些西替地嗪这一类的药物。事实上，包括扑尔敏、西司米这一类的药物，它属于一代的抗组胺药物，它对于中枢抑制的作用是比较强的。所以说，一些患者口服这类药物之后，就出现容易嗜睡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事实上，现在在临床当中，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口服第二代的抗组胺药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氯雷他定、西替地嗪这一类的药物。这一类药物其实它的中枢的抑制作用是不太强的，并且服用之后出现嗜睡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也不太明显。那对于部分对药物比较敏感的患者，我们就建议他晚上睡觉之前服药。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因为药物的一个嗜睡作用对他带来很大的影响了。所以说，如果患者有口服抗过敏药出现嗜睡的这样的情况，第一，我们就建议他选择正确的服药时间，也就是睡前服药。第二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也可以适当更改自己目前口服的药物，选择一些对嗜睡作用比不太明显的药物。